2月3日，吕雯晒出一张自己躺在病床上的照片，并透露自己身体出现了问题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画面中，吕雯躺在病床上，一条腿出镜，她的左脚脚掌上缠着绷带，看来她是刚做完手术。吕雯配文表示自己的大腿刚做完手术，因为担心手术结束后她不能像以前一样跳舞，所以吕雯一直保持着不敢乱动，逼自己乖乖的。看来她应该是腿部跟脚部出现了问题，所以来医院做手术治疗。从身旁的仪器来看，手术应该已经成功，只需要等待后期恢复了。此前，吕雯的闺蜜就向媒体透露，她因为跳舞脚伤加重，疼痛难忍，已经不能走路，需要靠着轮椅代步。但她的外国老公对此事不闻不问，后来吕雯只能独自去美国治疗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吕雯在这段伤病的时期，吕雯跟老公还被传出婚变风波，虽然目前还没有离婚，但他们的感情显然是亮起了红灯。最后也祝她早日康复，尽快处理好自己的感情问题。